所以我有装裤子。我们有就业辅导。记者会是在哪边开？啊？记者会在哪边开？在前面，那里前面。要走过去。对对对。好。老师会给你建议。
做一些生态博览会。那这些博览会呢，提供让所有的企业主跟亲朋好友想要收拾的好用的按地去的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分散活动的机会。今天的活动是顺利利，帮我们所有的求职族，让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那接下来是刚刚来介绍的这一位黄慧欣，那么黄慧欣是介绍完之后是做公司经理，先由黄慧校长来进行。不好意思，等一下是谁会帮我递那个会议的奖章？那是帮我把那个字迹写好，然后封的字迹，就是那个职称还有那个名字。那换成一下那个活动的名字。你们是
Hello。好，哎，把你小票或者是要记得。
问题在于是什么？这公司只有不同的比较大公司在做。我们东部的。的嘉宾好朋友，那现在时间呢，邀请现场已经到场的与会的嘉宾到我们的舞台区前面先来入席就坐。那也邀请如果还没有做签到的长官贵宾，那先到我们的签到处先来做签到的动作。那现在时间呢，邀请我们现场与会的长官贵宾先到我们舞台区前面来入席就坐。那也邀请还没有签到的
今天会有一个开幕典礼的仪式，也邀请现场已经到场与会的早安贵宾老师到我们的舞台区前面先来入席就坐，谢谢，感谢大家。先来入席就坐，那今天的开幕典礼仪式即将要来正式开始。那是我队长吗？应该是。郭老师帮忙这样坐一下吧。坐一下，来来来，可以挪位坐一下，帮忙坐一下，帮忙坐一下。2022年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就业征才博览会活动正式开始。喜气的一场活动。云林科技大学共同来举办我们2022年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就业征才博览会哦。那当然呢，这真的是帮大家来牵红线，是喜事一桩，让我们所有的求职者呢，跟我们的企业可以做最棒的一个双向沟通的机会，那也来做最好的媒合。那先预祝今天的活动是圆满顺利的成功。那现在的时间呢？学的副校长苏纯真苏副校长，欢迎副校长。副校长好，也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研发长翁万德翁研发长，欢迎。
南署云嘉南分署，应该是劳动部吧，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我们的曾秋瑾曾秘书，欢迎秘书。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云林县政府劳动暨青年事务发展处的许木山许副处长，欢迎副处长。然后欢迎到的是云林县工业会计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校友会林万忠理理事长，欢迎理事长。欢迎到的是云林县荣民服务处姚成慧姚处长，欢迎。然后欢迎到的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就业服务中心，是我们的廖家伟廖主任，主任早安。大家好，大家好。欢迎。然后欢迎到的是云林县工业会的张明吉张总干事，欢迎总干事。沈组长，欢迎组长。好，那也要欢迎到的是云科大产学处的胡文华胡组长，欢迎组长。组长早安。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先邀请到我们云科大的副校长苏纯真苏副校长先上来致辞，欢迎欢迎副校长。副处长，林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姚处长，还有我们主播的贵宾啊，我们下面的师长同学啊，大家早安啊！早。不过很高兴啊，大家来共襄盛举哦，来参加这次的就业博览会哈。其实云科大的就业博览会一向是非常盛大。那今天虽然天气有点不配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邀请到很多的企业来这边做校园征才的活动哈。所知道的数字，在我们有129家企业，将近1000个职缺啊，包括很多的上市贵公司啊，我们知名的企业啊，都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校园征才的活动啊。那其实
你们知道我们刚创教31年了，我们自己在学校这么久一段时间啊，我们都觉得我们算是蛮努力办学的一个学校。对啊，那也因为我们的付出啊，其实我们毕业的校友，我们在各行各业啊，也都获得企业非常多的肯定啊。我们也培育很多企业的一些优秀的人才与主管，还有包括一些专业的工程师等等啊。所以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哈，这么多的企业持续支持UNIVA，给我们这么多的就业的机会哈，让我们毕业的学生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职业发展。那其实我今天鼓励我们在校的或者我们云林地区的一些求职的这些伙伴或同学哈，真的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去做一些探索，去做一些交流哈。我一直觉得哈，这一两年毕业的这些同学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你们的毕业时间点非常非常的棒啊！我想我们的企业非常需要很多专业的人才啊。那所以各位其实会有很多很好的机会来找到你们所喜欢的或希望能够去工作的企业啊。但是一样同样的哈，就是机会虽然多哈，但是机会是准备留给那些准备充分的同学哈，所以我们要再多应该陆续开始有一些同学进来，就是真的多去谈谈哈。最好的情况就是今天能够找到你们所希望的企业，那假如不然的话，去了解一下企业需要人才具备什么样的特征，然后回去再好好去加强自己的本职学能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棒哈，希望我们真的企业哈能够利用今天的机会找到云南或者云林地区的一些千里马哈。那同样的，我们的同学哈，都能够适才适任适所啊，找到你所希望的企业啊。那我们希望今天活动非常圆满啊，大家都能够非常开心啊。谢谢各位，祝大会成功，谢谢。谢谢副校长哦，也要谢谢学校这么样的用心哦，来做媒合。我们我刚刚忘了感谢我们其主办单位了啊。其实我们今天非常在这样的天气恶劣的情况之下，尤其。我们疫情这两天云林县有些状况哈，所以我们紧急做了很多的应变的处置。那也请与会的这些贵宾哈，配合我们一些防疫的措施哈，抱歉造成一些不方便或困扰。那真的我们也给我们的主办单位研发处我们相关同仁一个热烈的掌声哈。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
副处长还有姚处长以及各位现场的贵宾还有青年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目前都知道，就是说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我们每年毕业的学员就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产业企业缺工的部分其实目前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对于厂商求才的一个渴望的部分其实一直在增加。那我们分署目前在这一次的征才活动里面，我们也挹注了经费来协助云科大这边来办理这样子的征才活动，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协助我们厂商能够找到好人才，那我们的青年朋友也都能够顺利来找到工作。那我们劳动部除了说与学校来合作办理征才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的服务的项目呢也包括了就业服务还有职业训练，所以未来如果在青年朋友们有需求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到我们辖下的七个就业中心来寻求我们的协助，那我们会提供良好的一些服务来为大家来做服务。那因为今天我们的活动正好下雨哈，也遇水则发，我希望说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那也预祝大家我们厂商能够找到好人才，那我们的青年能够找到好工作。谢谢。谢谢。那也要再次感谢到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我们云嘉南分所来协助我们这一次的主办活动。那接下来要邀请到的是云林县政府劳动暨青年事务发展处许木山许副处长上来致辞，欢迎副处长。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哈，我们云科大苏校长，以及我们劳安署的曾秘书，还有我们农务处的我们姚处长，以及我们对我们工业我们这些大老板很熟悉的我们林文忠理事长，还有我们研发处的最辛苦这些同仁以及我们云科大这些同学这些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抱歉啊，因为这一场本来是县长可能赶过来，因为刚好议会在开临时会所以县长跟处长都必须列席我们临时会部，所以他特别指派我过来，要跟各位做致意，那也跟我们劳安署还有我们云科大这边做感谢办理这种一场这么盛大的一个为我们云林县、为我们科技业、包括工业这部分的这些征才的活动特别要代表他们来跟各位来做致谢。那另外我想刚刚苏县长也讲了今天虽然是天气不作美不太配合，但是我们可以报告就可以看到我们人相当的配合，你看外面我们要进来的时候QR code的部分就对于疫情的防范的部分非常的严厉还有我们各家厂商相当的配合每个都是每个他们都是额满所以可见我们云科大跟劳安署所举办的这一场这么盛大的活动相当的成功我想他们一定各位同学各位学子一定会能够遇到很好的一个老板找到很好的工作。我想刚刚我们苏县长也讲过了机会是给有准备好的人，那我在这里特别跟各位报告，你今天机会来了，再来看你的 lucky 如果够 lucky 的话，你今天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那我这边也顺便要跟各位做预告因为我想整个政府部门，我每次都在讲政府的一个大方针、大工作的一个项目，就是说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国人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政府的责任。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政府部门一个政府机能运作上的一个机制要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从找到好的工作开始那我这边也要预告，就是说我们云林县政府在今年的7月16号，如果今天你看的不太合适的话我们在7月16号也在我们体育馆那边也办理了一场总共有1500个缺以上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征才活动，如果再配合国军的征才活动，可能会上万个职缺所以我这边可以预告，这边做广告这边做一个免费的广告，也邀请各位，如果今天没有遇到好的你属意的一个厂商的话，你可以各位可以在七月十
六号可以到体育馆这边，也来过来看看，顺便看一下，找一下你的幸运之神在什么地方哈，都可以啊，顺便赶过来看一下。好，在这边特别感谢我们劳方署跟林科大啊，对云林县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付出协助哈，再次代表现场对各位做致谢。那也预祝今天啊，各位啊，在大会活动上都能很圆满、很成功啊，各位学子都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
大学校友会成的理事长林万忠林理事长上来致辞，欢迎欢迎理事长。陈学长以及我们廖志忠我们主任胡天成组长以及我们劳动部发展署人力发展署的曾秋鼎我们秘书，还有我们县政府的劳青处的许木山处长还有我们张体王，我们优秀的记者哈，还有我们姚处长以及在座的一些我们云科大的师长，以及各位农民处的一些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呢，能够回校参加我们云科大。就业博览会这个以及这个平台呢相当的好，每一个县市都有在办我记得那个刘邦栋副处长有拨电话给我，他今天刚好去参加中正大学还有我们同仁部校也都今天的日子相当的好，因为一水折花好多好朋友呢我们云科大的学生呢，毕业的学生是相当的优秀本来有我听校长在讲，他毕业了以后到我们半导体电子业一上班呢就7万多，所以这个很亮眼的有这么多的产业有我们一些好的学生呢来有就业的机会。那个我们这个平台呢也希望我们云林县，我刚好当了工艺会的理事长，我们的工艺会的成员会员700多家，如果透过我们工艺会还有这些学生还有一些想要找的工作，如果今天没办法没合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工艺会还有云林县我们县政府都可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好的学生好的人才留在我们云林县来帮我们云林县的企业来做一番的贡献还有什么，让我们云林县的就业的机会提升，然后产值提升。我们目前 GDP 呢在我们云林县的话占了我们台湾17%占了第一位因为这些的贡献都相当于我们的云林县有3所的学校大学，还有我们云林县的企业相当的亲民，还有把所有的工作环境把它做得相当优越，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让我们的学子还有毕业的学生呢来做一个很好的交流，然后有机会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做一个付出还有来服务，也希望我们云科大在就业博览会当中呢能够有我们的学校能够办得更好，然后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来完成。那另外也我们的云科大的校友会呢也相当的支持呢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呢有一个相当好的就业机会，所以最后呢我也希望我们透过我们杨校长还有施副校长这些好的干部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平台另外呢我也感谢我们劳动部呢我们曾秘书呢那个洪署长刘邦栋对我们的云科大有相当多的照顾以及补助最后我祝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心哦，再一次感谢大家。当然最重要也要感谢到今天参与这一场活动所有在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企业伙伴朋友们哦。我刚刚有看到哦，每一家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公司哦。那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主办单位的贴心设计哦。那也希望说呢，我们今天所有的求职者哦，还有我们所有云科大的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有最棒的一个媒合机会哦。那现在时间邀请我们现场的贵宾到我们舞台上面来，我们一起来进行启动仪式。那邀请到我们的副校长、我们的研发长、我们现场所有的总工编哦，大家一同到舞台上面来，我们左右，我们的伴带哦很长哦，大家可以一起到舞台上面来，来我们留下最棒、最美丽的一个体重的倩怡。那也麻烦工作人员帮我稍稍。这边请这个人哈，好，那我们稍稍侧身，这样子可能会左右侧身。那我们稍稍有一个圆弧状，好不好？这样子让我们摄影、媒体、记者朋友们哦，大家比较好捕捉最精彩的画面哦。那看向我们前面的镜头。那等一下呢，我们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麻烦现场的贵宾朋友们帮我们一左一右哦，大家把你们的缎带往旁边拉哦。那邀请现场所有的嘉宾、伙伴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倒数。4 3 2 1，启动仪式正式开始。哇，我的象征在我们今天的就业特展博览会当中，还有我们云科大应届的毕业生，他们这里今天所有的求职民众，大家求职畅通不堵塞，职涯发展更顺利，求职顺利预警棒。看向我们前面的摄影师伙伴朋友们，再来一次哦，求职顺利预警棒。那么右边的媒体，那我们看向我们右边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好不好？再给我们一个大大的赞，求职顺利预警棒。感谢我们现场参与的所有的展览贵宾朋友们，谢谢，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也邀请工作人员。好的，今天的就业征才博览会有正式的来启动，也预祝现场所有求职的民众朋友们呢，大家可以找到心目中最喜欢的一份工作。那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企业伙伴朋友们呢，可以找到你心目中最棒的一个工作人员哦。那也再一次感谢今天的主办单位来举办这么棒的一场活动。等一下听说还有抽奖摸彩活动哦，所以哦，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哦，大家赶快到我们每一个单位来走走逛逛，来进行来了解每一家企业，它的特色在哪里，它的需求在哪里，大家一起来走走逛逛。现在时间开放给我们现场的媒体记者来做联访，那毕业老师音乐先帮我们调，谢谢。
无啦，我无定食，伊拢较慢食呢。哦，多谢遐。干渣。
在我们劳动部，当然移工的部分是由我们这边来处理。那不过就是在因应的部分，我想还是会以劳动部的基本政策的部分来导向，因为确实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要找到外籍的一些移工的部分会相当困难。所以我想我们部里面应该会对这样子的建议会有所应应。两个吃就是啦，因为那个红砖炉而已，红砖就是我们的原本秘书是退休的，中秋节还是燕子炉，加上的关心的秘书，好，对对对，因为原本那个已经退休了。专门你去专门要不要花？专门你去啊？就会中心的，真的中心的，对对对。好的，再一次感谢今天现场辛苦的媒体记者，你好。放进去啊，院长，不要紧的，看他更加热，更加还是要把它来带一扇。但是现场呢，就是不能边走边吃哦，尽量不要来饮食哦。能够放进去啊，好，来试。是大概130家厂商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其中有40%是上市公司，那当然在移民在地有很多其实隐形的工业，他们是很。公司经营的相当棒，但是他们没有申请上市税，但是也都是规模相当好，对我们的员工福利都相当不错的公司。那我们在办这个活动，主要目的是说，能够希望说每一盒我们的学生跟厂商能够有互相有学习的机会。那目前其实台湾的大趋势，或者说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其实倾向是最深的啊，因为在很多半导体厂商，他们要的人相当多。那其他的厂商有时候其实对我们学校这个办的活动相当的热烈，相当的支持，他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地方能够最起码把他们公司的经营就能够提高，让学生知道，那可以让学生说在就业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除了目前大家看到的在台面上最热的那些公司以外，还有一些机会让我们这边做一些选择。那其实我们也很乐意做这些事，因为台湾不一定说只有从一类的公司啦，我们希望说学生就是能够有多方的配合，适合自己的专长、自己的兴趣，能够挑到适合的公司。啊，这次真的，当然有一方面是说，昨天的地震，今天的这个大雨，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其实并没有浇熄我们掌上跟学生的热情。也感谢记者朋友，真的是相当棒。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得到最好的选择。